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哲。最近有一个算是蛮流行蛮有趣的话题，虽然现在疫情是已经过了啦，但是经过前几年好一段时间的洗礼，相信平常会拍照的各位也累积了蛮多带有口罩的照片了。那口罩这种东西不只罩住嘴巴而已，而是会连同我们的鼻子还有下巴轮廓等等的一起盖住嘛，等于这些地方外人是看不到也拍不到的。那现在2024年了，有个被我讲到烂的东西就是 AI， 它的其中一个区块就是生成式 AI， 而生成式 AI 的其中一个应用就是生成图像。现在一些手机厂商不是都有个魔术橡皮擦之类的东西吗？你可以在照片中框出想要擦掉的内容，然后 AI 就会推测这个空白内容适合补什么东西进去。那都说是橡皮擦了，所以通常就是要拿来擦掉我们不想保留的东西嘛。而前几天就有人突发奇想，要是我们靠这个 AI 魔术橡皮擦来脱口罩，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到底会变成什么模样？刚好我手边有适合的手机可以展示这个，不如我们今天就找几张照片现场玩玩看吧。顺便随机红蓝配 GP 也很棒嘛。所以今天的红方代表就是随处都找得到，搞不好现在正戴在你脸上的口罩们。蓝方这里呢，又是 AI 啦，但这次会是手机上各家厂商的 AI。那我这里就拿当前最知名的 Google Pixel 以及三星 Galaxy AI 一起来测试。所以啊，当这些遮住一半脸部的东西配上我们的生成式 AI， 究竟能不能出现神之结果，还是会让场面整个失控？红蓝 CP， 我们现在开配。那我们今天就一样两个机位啦。一边照我的脸，那另一边就是今天的手机了。三星跟 Google 阵营两个都算是把魔术橡皮擦功能做得很透彻了，但我是真的没想过这功能还可以拿来脱口罩啊。反正我这里已经准备好这次的图片了，还不能剧透会有哪些照片，但反正当然少不了我自己嘛，那我自己开刀也是合情合理的。那两者的魔术橡皮擦功能都在它的编辑里面。没错，我们第一张编辑的照片就是我这张，这个你们之前应该没有看过，反而是我之前在高雄拍的了。但在哪里拍的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要怎么把我的这个口罩给去掉。反正第一步当然就是圈选嘛，那我们也不用圈的太详细，因为它就可以自己辨认出来了。至于 Pixel 这里应该也是这样子的，没有，它这边比较不准确。但是 Pixel 的好处就是可以擦掉啦，不像三星，如果你要擦掉的话就要整个重来。对啊， Pixel 圈口罩的能力好像没有那么的好。好啦，总之大概就是这样啦。那三星这边就是先长按，然后按这个橡皮擦，我们就先看它生成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吧。没有错，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。你以为笑出口罩之后它会生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吗？没有，它是直接生了一个新的脸给你了。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还是有点歪啦，这边凸的有点不正常，好像我刚拔智齿一样。但这个我的相似度好像也只有 30% 而已吧。反正我们来看看 Pixel 这边它表现的如何啦。对，他说他不支援修饰脸孔啊。哇，难道 Pixel 在这个影片里面要直接先出局了吗？其他网友其实都是用三星的 AI 来达成的，那看来不是因为没有人试过，而是他真的不行这样子修饰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完成三星这边的，来试试看我们的另一张照片好了。这张是我前年拍的啦，我记得是用 HTC 的新手机。那这个口罩就比较大片啦，而且为什么又是绿色的？这次就圈的不错了。那我们就先看看 Pixel 这边到底行不行啦。他真的不行。这也难怪为什么大家都拿 Galaxy AI 来玩了。那好吧，可能是脑让 Pixel 给推下了。也好险我这边还有三星手机啦，不然这部影片就要在这边结束了。反正强烈建议 Pixel 将来加入这个消口罩功能啦，不管你是要放在 Pixel 9还是要用软体更新的方式都可以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先用三星来单打独斗吧，希望 Google 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啦，虽然这是哪门子的心声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这两次下来 Galaxy AI 好像有一套逻辑，就是要怎么生出我的脸来，好像都是差不多的模样，就只是上一张照片再瘦一些而已。你已经很瘦了，他把你弄得比实际上还要瘦了。对啊，这个是已经凹下去了，这个是智齿已经拔完了啦，消下去了。而且你看，它很妙的地方是，它口罩还是有戴着，但它就是拉下来的样子。原本的模样是这样的嘛？那它是最下面这一块没有消到，然后它就变成这样了。这个口罩再直接连下去，看来 AI 也是懂口罩的嘛。只是这个脸，对，我觉得我看起来还是不太舒服。而且都说是生成式 AI 了嘛，所以如果我们再圈一次，再让它消一次的话，它一定又会有不同的结果。不信我们再试一次就知道了。这个风格又跟前两张不太一样了。或是你的表情太严肃还是怎样？为什么 AI 觉得你不开心？这两张的脸都很严肃。对啊，到时候路人看到我都会说，阿哲，为什么你在生气？这个鼻子有点太尖了啦，有一点点外国人的感觉了。那嘴巴的话也是介于一个自然跟不自然之间啦。但如果要跟刚才生成出来的那张比的话，我觉得这张会好一些些啦，真的是一些些，而且我的口罩戴在这边就断掉了。可能是挂了一个什么很新潮的绿色饰品在你耳朵上，什么蓝牙耳机之类的吧。好啦，下一张口罩终于不是绿色的了，但是这个背景倒是蛮绿的啦。这张我记得是当时用 Zenfone 9去拍的，反正你们接下来看到的很多照片应该都是去年或前年拍的啦，就是我出门还会戴口罩的时候。那这次我们就清多一点啦，旁边这个袋子也看看能不能清掉。
加上下面这边啊，清不掉，好吧，那就清上面就好了。而且这张又比刚才的还要更加侧脸了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样子侧拍下来，它生成出来的脸会变成怎样。如果给你一个正向透视的，就很好笑啊。不是啊，这个我还感觉老了10岁以上哎、欸，可是比较真实没有错啦，就是他的肤质已经比前几张还要稍微不好一些，之前几张就有点过度修图的感觉啊。那这个的话就是没有什么磨皮，这个胡渣什么的都还在，只是我的鼻子没有那么大啦哦。大家看完我这部影片的时候，请多看我其他影片哦，我脸是长这样子的，不要是这种 AI 的模样。反正我们再试第二个版本啦，这个我有点不甘心，口罩戴就算了啦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了。啊？怎么你换了一个口罩哎、欸？欸，会不会是因为我这次口罩带没有消掉的关系啊？它就是辨认出擦掉的东西旁边是口罩带，于是它就生成一个新的口罩出来了。有魔术橡皮擦是这样子的思维吗？我想要把我不想要的口罩给擦掉，然后换你一个口罩。那好啦，也不是不能理解啦。而且看来 AI 眼中正确佩戴口罩的方式是这样子的，是有点往下面啦，但是有遮住鼻子就好了。反正我们就可以把这张的给存起来吧。至于下一张的话，开始要拿别人来开刀了哈。那我先说一下啦，这些照片我都有先跟当事人讲过了，就是我要拿来拍这种鬼计划。反正旁边这位是来自计划通行的通通，那既然要受难的话，大家就一起下去吧。清口罩之术生成，我再做这种计划下去，我真的要没朋友了。全部的创作者都要黑单我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觉得这个当事人应该不太会满意。你看我的脸又是这副模样啊，就跟前几张很像。那这个的话，对，五官比例已经跑掉了吧？有点跑掉了，而且本人颜值都已经那么高了，这个无法用 AI 来修啦。不管啦，我们就再试一次啦。我觉得还是不对，他觉得你很不开心嘞、欸。我跟他合照的时候，我不是摆这种表情好吗？你超级结实脸。我就跟你说，我这集真的会得罪很多创作者。你先得罪你自己了吧？不是啊，如果每一次生成的结果都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代表我每次跟创作者合照，我都很不开心的、欸，好像很不情愿一样，并不是好吗？请不要这样子。好啦，下一张一样是合照啦。为什么我出现了？合照的话就是要一起同甘共苦吗？你哪张不选呢？我选一个 cosplay 的照片。欸，这个也还不错啊，虽然这样可能又会得罪到更多人就是了。明天就跟你讲我不来了，还一次得罪到 cosplay 圈啊。我怎么有一种啊，我原来我长这样吗？他的肤色都不对了吧。而且你老了好几岁耶，整个皱纹都出来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个我大概50岁了。不过其实也合理，因为你这个装扮本来就是会显得稍微老一些，没错，所以 AI 就是看你上面的装扮而去让你配对这样子的脸吧， maybe 可能是这样子吧。但是你笑得很开心欸。我笑得很是很开心没错，可是歪掉了啊，我这个嘴型就有点像是有点歪的感觉。你知道你这样脸会让我有个冲动，怎样把它抠下来拿去做成那种恐怖的画面，笑得你心里发的那一种。哦，有一点那种感觉啊，反正我没差啊，已经800个观众说我嘴巴很歪了。可是我不服啊，我不是长这样啊。好啦，让你再有一次平凡的机会了。欸，你这个口罩真的很难圈欸，还是我们圈子可怜看看。整张脸换掉啊。欸，试试看试试看，我也陪你啊，我也陪你嘛。不是欸，他是连发型都换了。好好好，就删掉。我的妈呀，我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？不行啦，他失败了啦，我们已经考倒 AI 了啦。AI 表示我不知道你长个什么样子。那我也没办法啦，我只好圈你的而已啊。我给你留下一个耳朵啦，算是我对你最后的仁慈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啦！哦，好吧。我觉得 AI 还是只能清掉口罩而已，就是如果要换整个脸的话，这个 AI 是做不到的。我觉得 AI 已经对我的口罩很熟了，他每次清我的口罩都是清得很干净。啊？你这张怎么有点像是我们身边都会有一个朋友，说不上来的感觉，但就是也不算不正常啦。就顶多五官比例的奇怪而已。对。为什么你长那么正常啊？对，我这次长得就很正常哎。其实这组照片，我觉得它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都很有那种强行修图的感觉。对啊，就是磨皮磨太多了啦。对，刚刚有一次就还表现得不错，那这个的话，除了过度磨皮之外，这个鼻孔也是一大一小的，有点奇怪。但是我觉得，先不论这个像不像我，论正常程度而言，我觉得是目前最高的了。你这样也是啊，就是嘴巴小了点而已，但其实其他部分就没有什么毛病，这张我觉得就还不错，存起来。好了，那这个应该是我照片的最后一张了。我选了这张非常侧脸的照片，来看看它修出来会变怎样。我们如果很明显的保留它的口罩带的话，它会生成另外一个口罩出来吗？我觉得会，按照它刚才生成的逻辑。对啊，因为这个口罩带的比例是还蛮多的。这个好是啊？搞不好你是在预言呢、欸？搞不好这是未来会出现某个什么穿戴式装置、欸？好，那请问它的功能大概是怎样？请你告诉我。朝着你的眼睛吹风，听起来眼睛就很干。对。这张就也是介于一个怪跟不怪之间啦。P
撇除掉留了那个奇怪的东西，其实还蛮正常的。对啦，就是这一圈如果拿掉的话，你给一些不认识我的人看，他应该也不会觉得太奇怪，至少第一眼不会看出来是 AI 弄的。而且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张看起来越来越像我了，刚才都是大概30-40%，这张感觉有50%哎。我们试着清除掉上面口罩带，然后让它生成看看了，会不会结果下面这条就延伸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之类的？我觉得跟刚才又是差不多的感觉了。那好像更像哎。而且这个是变成耳环了，是不是啊？好像是一个耳环，然后掉在这边一样哎。我是不是下次真的要买这个耳环，然后到船上拍一张差不多的照片了？那下一张的话就不要是我了啦。这什么啦？我只找了一张网络上随便的猫咪戴口罩的照片，我就是要来看看它既然辨识得出人来，那它辨识得出猫咪来吗？它可以把猫咪的空白处填成什么样子？虽然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可爱跟可怕就一线之隔而已。不要跑出很掉线子的东西就好了。来了，接下来这部影片会不会被黄标？就看这次了。相信 AI。哎，不错啊。我跟你讲，除了这边口罩带有一点断掉之外，其他真的看不出奇怪的地方。是，好正常哦，有点失望。难怪你都没说话。这部影片我们到底是要越来越不正常，还是越来越正常啊？不然我们再试一次看看嘛。啊？这是什么猫咪惊恐？跟上一张我觉得差不多的神韵哎。那我觉得 AI 还蛮厉害的啊，因为跟人一样，猫咪的脸型也有很多种啊。你如果随便把猫的脸给拼上去，有时候也是会觉得很奇怪。但是这张完全不会啊，它的毛色啊，跟这个脸型什么的，完全就是搭的啊。我怎么觉得 AI 修猫比修人的能力还要好啊？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对啊，但是下一张的话，我们就要回到真人啦。得罪创作者时间。好方，对不起，我哪里开刀了？但其实好方自己也有 po 一部 shorts 啦，就是他削自己的脸，削自己的口罩。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而且在他的影片里面，也是右边会跟着修到哎。我再劝一次看看好了，是不是都是这样？比较暗吧，对，这边比较像是一个阴影处，所以 AI 辨识不出来这边不是口罩，那也只能这样子啦。 Sorry bro， 我们的友情会不会决裂，真的就看这一次了。我现在有点紧张。你觉得我会完蛋吗？我觉得他好像瞬间会这样饶舌了。对，有一点那种感觉。可是必须要说这个还蛮正常的，还蛮正常的，就是他出现在那种什么中国有嘻哈之类的舞台也不会觉得很奇怪。我觉得这种脸就是有两个方向嘛，一个就是唱饶舌的，一个就是可能卤味店的老板之类的。卤味店老板就有点那种感觉啊。你想想看，就是一个卤味摊，然后你要上去夹卤味的时候，就这个脸型的老板上去跟你说：“欢迎光临，请问有需要什么吗？”为什么连情境都出来？所以好棒，考虑一下。要不要改行卖卤味吗？奇怪，我到底是想放多少照片啊？下一张是这个。我昨天找这些照片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，但今天就觉得我真的有点危险了。反正对我们现在要实验的对象就是苹果爹。一定有许多人好奇他脱掉口罩的样子到底会长怎样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 AI 帮你回答的时候了。欸，我就不讲太多了，但是其实看起来蛮正常的，五官比较深邃，对，就是立体一些。对对对对，那看来 AI 也是很懂台湾人的脸型。欸，对耶，你这样讲，他生出来的脸型确实都是亚洲人的脸。对啊，可能一方面三星就是一个亚洲品牌吧，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。但是如果是外国人的脸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可以做得还不错吧。反正我们再试第二次看看啦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觉得就是差不多的感觉。这样子是不是就代表 AI 其实对这个脸型蛮有把握的？这张你也不会觉得奇怪，而且他的脸型也跟上一次差不多。好啦，反正就这样子啦，希望苹果爹你会满意。反正消除口罩的部分差不多就到这边了啦。欸，不过这部影片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我之前就是在想说，口罩另一个角度讲就是盖住我们脸的一部分嘛。那这个盖住我们脸一部分的东西又不止口罩而已，我们还可以盖住其他地方啊，像是什么？像是 Vision Pro 啦，这张我真的不知道消除之后会变怎样啊。我觉得这对 AI 也是一个挑战，因为它中间的这个脸型虽然是荧幕显示出来的嘛，但是对 AI 来说它就是脸的一部分啦。然后它又盖掉这么大的一个上半部，所以出来之后这到底会变成怎样啊？反正我们不管啦，我们就摘一下它的 Vision Pro 看看吧。它带壳了，这是 Vision Pro 的保护壳吧？我的妈呀！不是，第一个它没有生成出脸出来，而是另外一个 VR 的头盔之类的。第二个，它生成的轮廓很好哎，它很完美的把它盖了过去。对啊，你看原本是这样子的耶，它就真的是精准的描绘了那个轮廓，然后生成出另外一个 VR 眼镜来。哎，这个很酷哎，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生成出来最成功的，虽然它不是生成出脸来。看起来 AI 也懂 VR， 它是一定懂的吧？哎，刚刚那张真的很棒，你如果直接把那张图丢在网络上，别人真的会以为它是另外一个牌子的 AR 眼镜还是什么的吗？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不只消除这个部分，我们也把这个线给拿掉好了。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 AI 啦，反正对，就一样一起消掉。好，这样子拿掉的话，看它会不会生成出另外一条线来哦。又是不同感觉了耶。
下面这个部分的材质好像跟上一张有点像，但是这张你感觉不太会像是一个 AR 眼镜之类的，它像什么头盔？对，有点中二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瞬间就从 Vision Pro 的代言人变成一个可能演一个特色电影之类的吧。反正好啦，一样是罩住眼睛，但我们就是拿一个真的穿红的眼罩来啦，看他会不会从眼罩升级成可能 Vision Pro 之类的，还是三星牌 Vision Pro 啊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刚才 Vision Pro 消除掉的第一张出来的那个样子，会不会就真的是三星接下来的那个眼镜？哎呦 ，AI 自行剧透了哦。哎呦，好像也不无可能啊。这个影片出来，可能就要被罚几百万了吧。所以看来啦，就是 AI 会去辨认出你要擦掉的东西是什么类型的，就跟之前的口罩一样。有一次我们不是擦掉口罩，它就生产出另一个口罩来嘛。这个 AI 已经知道我们要消除的东西就是类似这种 Vision Pro 的东西了，于是它又搬了另外一台过来给我们。那这个的话，可能就比较类似口罩的概念吧。可能 AI 自己知道我们之所以想要去除这个眼罩，就是想要看它完整的脸出来，于是它就这么做了。而且它居然是闭着眼睛的。对，这也是很厉害的地方。就好像是真的，你拿掉他的眼罩，他的表情一样。这张又是另外一个你看不会觉得奇怪的照片了。我们如果真的有办法找到他这个拍摄者的话，给他看这个照片，他可能真的会觉得说：“哎，你是怎么把我的眼罩拿掉的？”因为就真的很像啊。要不然我们顺便把旁边这个眼罩给拿掉好了。他应该就会直接生成一个白底给我吧？还留旁边两个袋子啊？那我们就留着吧，让他们一起不见吧。我比较好奇他会把那两个袋子变成成什么。我也有点好奇。水壶。等一下，所以这张照片他。好像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、欸。一个水壶配着一个这样子搂着手臂的女生，然后这样子闭着眼睛。请问这个水壶是有什么功用吗？这个水壶看起来也有点不方便啊。下面这边如果凸起来的话，知道怎么放在桌上？还是说它就是一个市面上会卖的饮料啊？就只是瓶身长得这样子，然后饮料喝了之后就会让它摆出这种姿势吧 ？I don't know， 这是什么让人舒服的饮料吗？听起来有点奇怪。所以这部影片的结局要是什么？Nice AI， 反正这部实体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了啦。总共放了11张上去，生成了大概20几次成果，也真的再次了解到这个生成式 AI 每次真的都有不同的玩法。除了有不同玩法之外，你同样的玩法生成出第二次，它又有不同结果来了。这真的是2024年很好玩的一个地方。反正接下来我相信还有更多这种稍微改变一个人的一个 AI 魔法了。那如果我们继续玩下去的话，各位可能真的要对我与别人的友情说声 RIP 了。好，这部影片出来得罪的可多了呢。总之，接下来如果还有什么各位希望我拍的内容，尤其是 AI 这方面的，还可以有什么奇怪的玩法，就再告诉我吧。我相信还是有更多啦，因为除了图像之外，我们还有影片跟音乐等等的一大堆啊。反正各位就继续期待下去吧。那么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